各位未来粉们，记得追踪 IG 以及粉丝专页，搜寻未来男友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ion。King， 好，这几天北中南都下着大雨，那今天下雨天，我们一样带大家出来看一个蛮诡异的地点。那这个地方其实大约在两年前我们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拍摄过。那当时的资讯其实是说，这边它算是一个废弃的家中的那种代工，算是家中的那种代工厂，那里面就是在代工一些衣物的。那后来据说废弃了之后，就是有一些游民他们来这个地方住。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有发现他在上面有写一些蛮不好的文字啊，就是他自己在发泄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样子。最近有一个网友跟我说，他这边他来看，他发现里面这边好像有整理过，但是他们来的时候也是晚上来，里面还是有一些诡异的状况，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吓自己，因为屋子屋顶蛮高的，里面就是比较残破。那他们说是里面这边都有一些奇怪的声音，就是明明只有他们几个人来，然后就听到里面有另外一个人的讲话声。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神秘的人打电话给我，他跟我说他家里的一些私事已经忙完了，然后他说他可以一起出来拍摄，可能有的人知道他是谁了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一样重新欢迎他。欢迎我们的小花桃。这阵子终于忙完了，那我又回来当大家的坦克了。那最近虽然没有出来，也有在看他们出影片，底下留言大家都说这个不要碰，那个不要碰，我回来了，是时候该触碰一下。教头担任坦克这个部分，化解了这个阴森的气氛，因为我们一进来之后，心里也是觉得说，哦，这房子有点旧，然后撑着雨伞进来，雨伞还在角落那边，有没有？在角落那里。那既然教头是带着信心满满的心情回来，今天他跟 King 一人都加一台摄影机，教头的胆子是不是有如他口中所说的这么强大？对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我们刚才是从这个窗口走进来的。外面积水很严重。哎，哇，跟两年前来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了，还记得吗？衣物都不见了。那时候来好像地上全部都是衣物啊，整片都是，都被清理掉。这个门整个都被树枝这样蔓延进来了。其实它这个房子是在一个乡下的地方啊，旁边是一个算那种产业道路吧，可是还是晚上都会有一些摩托车跟比较大的汽车会经过。最近里面的味道怎么那么重？还有一罐这个洗澡的，那代表真的之前我们拍摄完之后应该还有人来过。这真的房子很旧，还有这种很小的浴缸。
小心哦、喔。那个黑色的水是什么？你看，怎么那么黑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而且是从墙的一个孔这样子流进来。有两间房间吧，看一下。校董在干嘛？那我看这边有一包东西，你用手去摸。没有，用脚。哦。旁边啊，这边有接那个树都长进去。哇！好深刻，那我们看。都往里面钻了。其实它这边就算不下雨啊，它这边就算不下雨，湿气也很重，整个墙壁都在。教头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碰的。嗯，那这一次清洁的很干净。隔壁间是什么？这边你拍哦，那这边没办法太多人。好。柜子也都清空了。外面就是衔接田地。对啊，乡下地方。叫什么？那个红色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吗？对啊，等一下哦，我把这个稍微拉起来。等一下，我脚挡住。OK，OK， 你再放了。小心啊！盒子。很像是一块门板，还有一些衣物留在这里。嗯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游民来住的时候在穿的？对啊，这很像是男生的。嗯，啊，我先把板子放下来。嗯，什么声音？那什么声音？不知道，看不到，因为外面太暗了。哎，叫什么？那是瓮吗？哎，那边有一个瓮啊。在哪里？嗯，好像是那种玻璃瓮，咖啡色的那种。嗯，这里还出现那种东西。这武器有反应吗？突然间又不见。上去二楼之前。楼下这边我先点的焚香盒，教头现在头晕吗 ？OK， 先旁边那边再看一下，我再点好了。啊，这也是，整个都蔓延进来，很像在鬼片里面的那种画面。教头，不行
想要用手指感应一下这个粗的树根吗？没有。你感应一下。这树根。哎，它是长进来，然后直接把玻璃弄破。对啊。大的力道有办法把那个整个都挤破，代表它可能是一直冲进来。其实这个房子的这一个半面呢、啊，都被树根长进来。好，先来旁边这边，我先在这里处理一下好了。主要是里面有一股味道，哎呀，晦气啊，就是那种，也不是潮湿味，它是有一种。不知道怎么形容。人来隔重纸，鬼来隔座山，千邪弄不出，万鬼弄不开。那个窗口，看外面有躲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快走过去的时候，全身一起鸡皮疙瘩，所以我才会在里面念那个算是防鬼咒，就是也可以说成就是让他们不要一直靠近你这样啊。当然点这个其实就有效，对。不过我觉得楼上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我们之前来的时候，其实楼上有那些东西嘛，他不知道有没有清走。这个炉我放楼下这里，万一真的有发生什么状况的话，至少楼下这边是已经有被这个净化过。嗯，先让它在这边熏，走吧，上去小心一点。永恒的喜悦，有写字。现在我跟 Kim 待会会下去楼下的地方等待，那个就不要乱碰。天地玄黄黄，宇宙洪荒荒，八方威神，使我自然。